啊，恁两个哪会这么憨啦？亚军若是要避哦，就避较安全的所在，那走到遐啦。他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啊。水妹啊，那无讲一声就给伊做上来啊，害我真烦恼，你知无？楼卡的管理员看到一个无熟识的看护，给伊杀掉。先生，你不要伤害他，走，让我报警喽。我搁带伊吧。来去山顶剃头去。陈仁尚，你干！我哪敢！你，是去下去吧。大刚会当看到恁平平安安无代志，这就是妈妈上大的快乐啊！我要替恁爸爸洗清冤枉。恁爸爸绝对不是一个杀人的凶手。你想要安怎？你是想要对我安怎？该放开啦！嘉文啊，海哥，啊嘉文是做唔到什么代志，你来给他抓起来。我今嘛就给你看卖，我坐大位的模样。叫你放嘉文啥无海哥？你这个查某实在是有够好听代志啦！我若是放你走，你会乖乖点点，袂阁胡白乱讲话落。你都是要偷我的嘴，我都要甲你做违法、杀人的代志，全部讲出来。悠悠悠，抱你行。七七八八叫阿娘，村里亲人把雨伞，路途不免惊死呀，一身一魂啊，万滴汗，把酒歌心欢。三顿饭，你看，你看，世间纷纷扰扰，贪恋的心拢是为着啥？你得到，你袂到，阮呀，谁人假算把花冠，也顺怨动的笑声？谁人敢讲一生为着别人活？不是，是因为咱拢不愿向天担头人，偏偏也未过一三年年老啊！放下，放下。一切全是命呀，谁人假算把花冠，也顺怨动的笑声，谁人敢讲一生为着别人活？